全美现在因为这个 George Floyd 的这个被白人警察残害的这个事件呢，已经风起云涌，大概有40多个城市开始了大规模的暴乱哈。这边风景独好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，结果呢，我们现在才发，我们美国民众才发现呢，原来美国暴徒呢，和香港暴徒比起来如出一辙，甚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。美国的这个暴徒可以砸商店呢，就是抢劫商店，什么叫就 looting everywhere， 然后呢把那个美国的名牌店 LV 都砸了，把苹果店也砸了，大肆大街上大摇大摆的扛着电脑，扛着那些 LV 的名牌包就回家了啊，然后砸警车，烧警局。所以这个美国人还有人去网络上去借鉴这个香港黑豹，干得好 No No